的声音真的太强大了，好不好？我希望你们明天上班也有这样的声音跟精神。我祝你们明天酸痛，祝你们明天沙哑，这样。你说过来，他刚刚是不是说过来？你怎么那么随性啊？可是我觉得，但我觉得你真的很凶哎，我好喜欢哦。怎样？你说过来哦，但我只能在这边啊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不会自己买前面一点哦？好啦，开玩笑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知道你们抢票很紧张，对，我爱你，真的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吵架，我们和好。我想要每一首歌都唱到，可是唱每一首歌都唱，不可能是三个小时的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唱，全部唱这样子。全部唱也不会是这个票价吧？好啦，开玩笑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